明天，明天，那吃吃多的，给你吃。输劲儿，输劲儿，天津。你咋不哭？真大个孙子。抽他呀，不加十一，抽着我买加十一。这是啥？亲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不是给的呗。不知道你两口子给的那牌子多少。应该是铺地板的吧。铺地板那儿真大的。啊？铺地板那儿真大的。靠近呢。这又不朝上靠呢。没事，这几天都那个的。都是擦着擦着上面的灰尘。直播吃饭。直播吃饭不够吧？啊？有啥不够的？我们之前看了，兄弟们先吃。准备咋的？你还带了两个凉菜？啊，我往里喝一杯吗？那不得有累了，来，再洗个盆儿，再洗这个一个等于。我有那个啥，有那个那个菜搞出我那不。锅儿过去啊，锅子。来，你们点点赞，有灯牌亮起来，先把灯牌给我弄起来。四十五个人，还差得多。问的这是了都。先坐这儿吧。这我也不知道哪儿上学，随便坐。啊？多少人？237，这么多人。是，整那个，整个那个菜搞着。大龙虾。大龙虾。娘们，今天这个啥子？这个椒盘鸡来了，看见没？这是你想吃的椒盘鸡。你找那个菜空盒搁这也行吗？那能买筷子把切着那这儿？啥玩意儿？牛肉吗？喂，我看桌子是蹬的，石头都咋的？再找个盆儿，搁这一下。再找个盆儿。找那个香芋，香芋的菜盒。没搁这个过去。啊？没搁这个过去。香芋。香芋切块搁这儿也行。香芋，香芋驱蚊吗？香芋能吃啊？蚊子，它驱蚊子。香芋可以驱蚊子啊？不知道，找不到。那啥？那啥？悄悄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坐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坚持。坐啊！坐啊！这哦，不行，我还朝那边开一下。这看到有点不美呀、啊。还是要不然这边走不走？朝这边，菜菜朝这边。这时候能不能弄一个？我说这个石桌子有点太长了。走，咱那半瓶子那里喝。我不喝这。你不喝这？喂、哎，我喝不了啊，喝不了那碗水饺。他盛了个平底子。啊，坐。走了，那先干这儿，先干这儿。坐啊，坐坐坐坐。我拿个碗儿，你这搁这儿，正邪乎呢。我才挂。有那个闹成牛的，那个香的，给你点上烟儿啥之类的。这玩意儿哪有的嘛？香啊。有的。拿来点一个。有那闻闻子的香没得？嗯，不是有没香？闻闻子那香。估计还有个二两。那让我喝了。插到个瓶子上，点一个。我想，我坐这儿，我坐这儿啊。能不能山头偏点？我不想出去。这直播吃饭多少有点不美气。能不能山头往那边偏点？这个偏可那儿了。大地大地吃。你喝那个酒。看到我不好意思吃。别你喝酒。不喝。你不是会喝吗？我得喝中药。啊？我得喝中药。叫喝这吧。真的？值班吗？你骗我干嘛？骗我！人有人喝的时候，你得用到那边看。给你分了。来，杨丸子，给，我过。给杨丸子搞个大碗来。
一会儿给他加点肉去，他吃过了是吧？那个，你吃啥子？你不喝点儿？儿喝呀。咋不喝？你不喝？咋可能呢？我喝了，不是他那个。另一个会开车的行了吗？嗯。再问你倒。对呀，你们那个反正那把手机拿出来了，好，要不然我看不着。我来调个镜头，一会儿我用你手机看。嗯。接地气，这样才接地气。这不行啊！先说我们吃啥油工具，就是因为香才有的，知道吗？对，香。可以了。可以了哈。再转转，拖着转转。那不行，那我隔远点儿。嗯，搁这儿，搁这儿行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太高了？嗯。搁这儿可以吧？可以。啊，这边可以放远点就行了，什么都看得到。鸡蛋养殖区。好。可以看。他不给开啥？我不敢开，跪在路他不敢开。嗯，这路好差呀。不敢开那，那你喝不上。给，给我上去。啤酒瓶子。搞个瓶儿回来。给，上，怎么样？有啤酒瓶啊？搁到这个瓶子上。开瓶没？搁到桌上。我给你点肉吃行吗？啊？这东西搁到桌上。被烤掉了。然而这个能吃吗？这白天不能吃，光吃个肉去。我小被烤着了吗？哎。搁这儿。搁这儿搞到我能。啊，搁这儿也行。搁这儿。那医生说。把声音关了。不能吃甜品。你那把也声音关了。嗯。啊。你那把声音关了。医生说喝粥也不能吃甜品。有杂音。可以了吧？自己捡了，那你们大家把灯点点，灯泡亮亮，你瞅这亮亮灯泡。他说喝粥也不能吃什么，要不能吃酸菜呢？不能吃辣的呀。不能吃嘛。要吃想喝啥的才行。来，快去拿饮料。不喝饮料。这喝的不这样没味，是不是？来这没我酒吗？他不是。也火腿肉嘛，他小时候我见过。对呀。搁这是一我刚才我应该喝那个嘛。问你，我喝这个，我喝零食。那人属于啥用人家？喝那。啊？喝那。咱今天喝点那。哦。我五六估计还有。那不都是了吗？不是。我屋里那皮里估计都还有尸体。可以，你昨天说有啊？喝来烟。他说有，趁这儿。沉香来也有。大家把灯灯点一点啊，灯灯点点，然后有条件亮亮灯泡啊，听到没？有条件亮亮灯泡，啥子？啥子嘴长？他说我嘴长。你把你那个卡到那边耳朵上。嗯。啊？啥东西？啥东西？你啥东西？我啥嘴长的？说嘴长，这儿说呀。你说你嘴长好吗？真的真细啊。咋不了？他嘴咋不了？这个皮蛋咋夹不出来？炸的。他们俩没喝，嗯，一个开车，然后一个在喝药，嗯，喝药，喝药能听着吗？肯定听着呀，大部分都是屯城人嘛。这是牛肉，都偷偷的，来，一会儿就笑。那个哪是的？不吃的。我们。我跟你讲啊。你看还有墨鱼，鬼疼，多不行啊！就
看多钱了。有点厚啊，有点大哈。我吃。吃了，有时候有点晒不了。没事，我那太阳不晒。我走都晒惯了。晒惯了，晒惯了，你还比较白啊？嗯，天天晒太阳比较白。我那岁数不养人。哪儿岁数养人？找不到。